金针菇。麻辣萝卜干，
们吃饭了，吃个鸡肉烤肠，咸鸭蛋，萝卜茄子。就是家里杀的那个土鸡的鸡身，长得溃疡。土鸡就是香。好吃。土鸡爪那么疼。文玉香菇鸡汤米线，还有一个牛肉味的，每一桶是116克，汤底很浓郁。泡久一点，要用开水去泡。
可能有6桶可以选，还有12桶的，口味可以自己选。